第二封信。亲爱的自己，想知道一个人爱不爱你，就看他和你在一起有没有活力，开不开心。有就是爱，没有就是不爱。爱情不是感动，你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伴侣，即使一时接受你，将来碰上他心仪的那一位，也一样会离开你。